家好，咁咧今日收到有个突发嘅消息，咁咧就关于呢个 Ripple 嘅。咁咧，如果大家有留意呢一个区块链新闻嘅话咧，其实嚟紧 Visa 同埋 Facebook 都会出自己嘅加密货币啫嘛。咁而 Ripple 咧，其实佢系一个银行一个中心化嘅一个电子货币嘅时候咧，其实佢嗰个危机咧，其实系比较大嘅。因為它最主要呢就是在這個叫做透明度高的市場，一些比較普及性的市場裡面呢，是做一個比較重要的角色去傳輸這個的款項金。現在 Visa 和 Facebook 呢都要準備出自己的區塊鏈的時候呢，其實接下來對於 Ripple 的危機其實挺大的。這裡也有這麼說，其實當 Visa 真係喺全球嘅交易裏邊佔咗一席位嘅時候咧，其實 Ripple 佢嗰一個嘅危機其實都幾高噶。咁所以咧，其實如果持有呢個 Ripple 嘅朋友咧，咁就真係要小心一啲啦。因為 Facebook 啊同埋一啲大嘅機構，佢哋都係會使用呢一個區塊鏈嘅技術，而Ripple 嗰個嘅競爭性咧，亦都係會減弱咗嘅。咁呢一度都有講啦 ，Facebook 佢出嗰個 Gobo Coin 咧，其實係帶嚟呢一個嘅 Ripple 嘅末日嘅。咁所以咧，其實呢一個唔係投資嘅建議，但係可以大家留意翻嘅話咧，如果大家手持有 Ripple 嘅時候咧，其實可以盡量小心啲，睇下點處理自己嗰一個嘅投資組合啦。因為如果在這個 Facebook 和 Visa 這些大的傳統的業務去夾擊之下，其實 Ripple 的競爭性就會下跌的了。而它的幣值呢，大家根據邏輯也都估到它那個的幣值就不會那麼值錢的了。因為呢，其實 Ripple 是一間用銀行來去做背景的一間公司，它們呢聲稱可以將款項呢由這個短時間和可以用一個較便宜的費用呢去傳輸。而當 Facebook 和 Visa 這些大機構呢一進駐入股的時候呢，這樣這個 Ripple 的市場就會萎縮的了。有很多人就問了，其實 Bitcoin 那些會不會受到影響呢？其實 Ripple 呢同埋呢一個嘅 Bitcoin 最大唔同嘅地方就係咧，其實 Ripple 咧係一個比較集中中心化嘅一個嘅系統嚟嘅。咁所以其實如果同一啲大嘅公司去對冚嘅時候咧，其實佢係會比較蝕底一啲嘅。而相反 ，Bitcoin 咧就係一啲去中心化嘅一個嘅系統。咁所以其實同 Facebook 啊、Visa 呢啲公司咧，其實係行緊兩個唔同嘅系統。兩個不同的市場的，所以如果譬如 Bitcoin 啊那些，其實大家就不需要那麼擔心的。如果譬如持有一些比較中心化的貨幣，類似 Ripple 這一類型的公司的呢，大家在這個投資上面就要小心了。如果大家有問題的話呢，可以留言給我啦。如果我再有什麼的新的發現的時候呢，我就會再進一步跟大家分享的了。還有呢，同大家補充一啲嘅資訊咧，咁嚟緊 Bitcoin 咧，咁其實佢咧就喺琴晚嘅時候咧，其實都已經突破咗8000蚊嘅啦。咁有一啲嘅分析顯示咧，其實嚟緊 Bitcoin 嗰個嘅爆炸力咧，去到臨界點嘅時候咧，佢將會一支箭咁飆上去，好似頭嗰幾個月嗰個嘅升幅咁樣嘅。咁另外最值得留意嘅就 Bitcoin SV 啦。就是這個啦，咁其實佢今日都升咗10%嘅，咁佢都有一個回調喺裏邊啦。咁跟住之後咧，另外升幅最勁嘅咧就係呢個嘅 Ccoin 嘅 Ccoin 咧，有機會咧就會再同大家分享。我亦都之前做一段片咧，教大家點樣去做一個 Ccoin 嘅 Paper Wallet。咁呢一隻咧，其實見到喺呢幾日咧，其實嘅升幅咧都比較顯著啊，咁所以咧，其實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呢兩隻嘅 coin 啦。咁當然呢一個並唔係一啲嘅投資嘅建議，大家喺做投資嘅時候咧，亦都要需要做翻一個自己嘅功課，去研究一下呢一個適唔適合自己嘅一個投資嘅項目。好啦，咁我今日就嚟到呢一度啦，再有一啲新特別嘅嘢咧，就會同大家分享。